我今晚就去东吴求助孙权，如果还能够加上东吴的精兵猛将，两军结盟定能变弱为强。自己有看了一些，知道有这个机会跟吴导演拍这部戏的时候，就赶快看了一些关于孔明的一些传记，看了几本。然后当时我在拍孔明传，还没拍完，那所有剧组的人都说，哦，你一定要看中国电视剧的三国演义，你一定要看里面唐老师演的那个诸葛孔明演的很好，你一定要看。这样那我就也顺便把那个演义，虽然是演义，就看一下故事，顺便看一下唐老师的演技。曹操没用水军从正面展开猛攻，却派了骑兵去偷袭我军后方，接下来曹操一定会改变战法，重用水军。那这些资料自己先吸收，然后还有就是剧本里面导演要的孔明像，就希望综合，有一些综合的，希望有做出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孔明先生出来。